还能看见来了，神奇啊！直接让停车，对不对？告诉这里有个土地爷庙，关键的是还能知道这有土地爷庙。太神奇！哥哥，你第一回上这了？啊，以前没来过。以前没来过。刚来那么说没来过啊？而且关键路离这挺远的，也不是很近，或者是。对啊。厉害。厉害吧？彪哥，这个你不服不行，还能知道这里还是土地爷做的，还在这待着嘞。对，看来这说明这个庙里老人家在这里。对。你跟彪哥在一块，我跟你说，能发现很多神奇的事，很多不可思议的事。服不服？服不服？服。大家好，我是凤哥哈。今天啊，想着带着彪哥上趟金山转一转，在走了大道上哈，直接在车里告诉咱停车。我寻思彪哥有什么事，说得赶快停车。然后已经走过了，说你掉个头开过去，告诉这里有土地爷。我寻思彪哥可能来过，因为上金山来了很多趟了，没听他说过，一直都走的这个大道。彪哥说的这个土地爷在这里了，我寻思彪哥来过哈，没想到真没来过。彪哥，走吧。喂，走。厉害啊！厉害吧？服，真服。彪哥，找别的不行，找这我估计一找一个准。彪哥，你是看见气了，还是感应到的？我没看见气，我感应到的。你感应到的？他看不见气，他路上。一咱在哪也走，真厉害！给彪哥买票去。看这造型，彪哥脚都长。有一个残疾人，残疾证给门口看一下啊就行了。好嘞，多少钱？1.40。一个人试试是吧？对。有什么优惠的？那能就是。自己看一下报销记录。啊、哦。两个人。残疾人是买票的。我知道，还有一个嘞。给您是一块是吧？对。我们给您看找过的。好嘞，好进去。哦，一件一件衣服，彪哥。三级。没事，不好意思。啊？没事，不好意思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他就这样，我跟他一样哈。不好意思。啊，彪哥，我跟你说了不？你我哪会说你就是不听？人家这回人家不愿意了不？人家跟你说你就不听，一说你。我跟你说，彪哥，下回可别这样了哈！你再这样，我跟你说，你人家不愿意你，你知道不？这是跟着你，要不跟着你，你就得挨揍。你这还不愿意了，你说？哎，就是，人家不愿意你了不？你看了吧？跟你哪回说你都不听。走嘞。你背着吧，我一会儿给你背。听见了不？我跟你说，可别再喷人了，人不愿意你了，知道不？那我背着。我背着。朋友们，刚才出了点状况，
这个彪哥哈，有时候可能他是见过，应该是见过这个美女，或者是他身上跟着什么，然后彪哥就过去拍了一下，人家不愿意了。一直给彪哥现在已经变得好多了，以前咱是经常这事儿的，他有些人他就非常忌讳，尤其是这些还没经常上山跑工的啊，你拍了一下子，他就认为你是在干什么。所以有的人他就不愿意。我记得最厉害的一回是在山谷里跟宁江在一块儿呢，那一次人家那个说啥的要揍彪哥，就是不愿意他。今天又遇见一个，你看人家还是不愿意。哎，彪哥说怎么说的都不听。还傻闪了，你看我。回来彪哥来揍你了。那你可注意着点。你可跟您了哈。你快跑彪哥。我跟你说彪哥，你看着他以为他就得来找你，你看着点，你遇上了他就得说你，你下回记人了呗，有这一回可记人了吧，不认识的甚至认识的也不能亏人家，知道吧？你想跟他打招呼，你就跟他说来了吃了洗好呗，这都行，但是不能亏人家。你看他转上来了，在哪儿看的？你看，那跑呗，行，一会儿跑。当时发过的时候，人家都说这是八万六四。报你亲爱，报你名字，那里可可的大山林，那里也苦，那里也硬，那里也可可的大山林。找个人媳妇挺幸运的，给咱媳妇在这保命，保你情，保你命，俺们丈夫干的是，俺们丈夫干的是，原来你清醒，聊聊好对象情，把你做做相人情，这和大喜喜拜拜，还把闺女都带上，原来找个好的女人。今天真是，我没看着今天报名的挺有意思啊，正好是五个帅哥五个美女。
这里再反过去，还解释点。对。哦，周哥，等着吃西藏的了啊！今天称着鸡腿儿称了，别忘给我烫哈。嗯，我说今天称了这鸡腿儿称了，别忘给我烫哈。行，没问题。嗯哥哥，你这是遇见那个什么的了，好的了，所以人家对对对，这是真修行。所以但是表哥哈，千万注意，有尽量的少之。朋友们，今天上金山来哈，主要的任务还是来月老哥。有几位朋友哈，想着让帮着他们的孩子，然后呢牵个红线，找个如意的对象。正好呢也有几位朋友哈，在这个就是过了年报名的。牵红线的一些那个朋友啊，他们的孩子已经找到对象了，正好今天一块连牵红线在那个还愿。因为金山嘛哈，他是收门票的，再加上离我那里很远，所以呢不能说谁有事我就过来，就得凑可能就是一块。今天特别好，然后这个特别巧，五个俊男，五个靓女，正好五对，这个希望这四位这个美女帅哥哈，能尽快的找到自己的如意对象。现在给表哥又来到这个龙王庙了，在这里上个香，我们继续往上上。今天领着表哥上金山，再吃个斋饭。金山的这个斋饭还是非常好的，一会陪着表哥往上走。